大家提起精神，若是累了，也累了，因为中午时间一到，我们就说声拜拜，回到家里就开始准备我们接掌执政的时候。这样的高不高兴？我看像没有高兴的样子了，执政了，对不对？所以我更应该要兴奋。那这一刻呢，有我们这个潘伟司法潘委员长的课程，他现在已经在现场。 我们也用双手呢，再一次热烈的欢迎我们的潘委员长。他也是一个空手道的国手代表，所以呢，他的体能非常好，非常棒。你不要看他腰围的确是相当的不错。我们再度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院长。 各位同心，各位同志，大家好。我是潘信行。你们可能有上过我的课，在当时那个初级班、高级班的时候，有上过我课的人就知道，我是体育人，我是体育人。 我曾经带个队参加亚运，三次，两三次的亚运，在台湾里面当教练的恐怕也并不很多了，他就说今天为什么我来讲司法？大家一定很有点奇怪了，难道台湾民政府？ 没有人了吗？其实我们人才很多啦，我们人才很多，什么人才都有，在座的各位可能都司法的概念都有，所以当我接到我们林秘书长的。 指令说：“你来接司法委员会了，司法委员后来就变成那个司法院，司法院。我当召集人，我当时跟各位的想法也是一样，我用台语也塞吧，也塞了，那就用台语好了，那公布语啊。” 我两种两种语言啊，读来读去啊。我当时去接到这个指令的时候，我歘一下，啊歘一下，啊是甚至乎会惊呢，迄拢无关系的物件嘛，我也无迄个背景，也无受到迄个教育啊，那会啊。 这样要叫我来插这个代志，伊甲回答，都是因为你无这个司法的背景，所以我才选你来主持这个。这个真另类的一个想法呢。在我的感觉就是讲，我迄个国家队当然一定得爱。 哪样想哪样，遐才会使来带，对吧？那结果就是因为你袂晓，你完全袂晓，所以才来带。伊才甲进一步甲解释，伊讲，因为安尼，所以你伫司法界内底吼，你无任何的包袱啦，没有任何的包袱，你是一张白纸。 确实的一张白纸，你伫这个司法界这另外一个世界内底，你人事上你无任何背包啦包袱，因还无迄个包袱啊，我都无包袱啊，确实有影。
我唔捌唔捌啊！有来我几下律师吼，一两个下律师吼，因为我捌甲过迄个体委会吼，我体委会，吼，这体跳界吼，无人敢安尼做啦，敢过体委会啊？体委会是全台湾的迄个体育最高指导单位嘛，我甲过，所以我有捌一寡迄个。那个律师，然后因为我有去请教，因为这个司法界内底吼，伊人唔是足济啦，吼，伫两千万内诶内底吼，2300万内诶人内底哦，比率真低啦，所以哦，互相诶迄个关系哦，哇，天天打打，无是老师，哦。啊，无的同学，啊，啊，无的学长学姐，啊，学弟学妹，哦，啊，甚至家己的亲戚朋友，哦，伫司法界的亲戚朋友，即大叮叮打打，哦，所以当一个新的一个，你要有一个迄个新的构想，啊，是迄个要改革。的时阵哦，你那是一个司法界的人哦，你会背负迄个包袱吼，对影响到你，你这个进行要去进行这个你的迄个改革哦，会推行哦，啊是讲你有迄个监督权。啊！就发现就讲，哎、欸，这法官根本都袂使，伊安尼判，吼、哦，哎、欸，这都迄落，但这都爱甲清理一下。是啊，空龙法官啊有啊，哦，我是唔是干那空龙法官哦？毛迄落根本都唔知影、啊，根本都伊都无社会经验嘛，冇出社会，所以伊唔知就一挂迄个社会上的一挂迄落咩咩格格，也是安尼古古怪怪的代志啊！啊，但是伊咧做法官，哦，啊，迄个时阵哦，你即马要开始要来整顿，要改革，要处理的时阵哦，啊，迄就是变成迄个你过去迄个包袱啊，你迄个人事上的一个包袱哦，你就对哦，我啊，因为啊，迄个是我的同学，从他做袂落啦，真正的做袂落啊！哦，迄个什么人，因什么人，啊，都安怎一大堆，所以你袂当推行，袂当推行的时阵吼，你的这个法律，你都袂当公正，袂当对人民公正，安尼迄就是对，迄袂当对人民公正，就是人民的一种真大的损失，又真大的权呢，又先半权呢。心渣，哦，判决，迄个权，啊你哦，那从了无好势吼，啊，佫无人会当甲你指正的时阵哦，哇，迄人民就是迄个真大诶，迄个危害，迄个遗害啦，都真大遗害。所以，你秘书长来甲我讲，就是因。伊唔是迄个佛寺我界的人，所以你是一张白纸，我才要选你。好、哦，我才要选你。啊，你做你安心去啊种。你唯一的包袱，唯一的包袱就是人民呐、啊。人民的福祉才是你的包袱，其他很拢唔是你的包袱。啊，你安尼，你做会，伊相信伊做会到。蒋经公啊，我做会到，所以伊成立这个司法委员会的时吼，啊，马上伊就成立有介绍，伊就推荐拢总五六个迄个委员来吼，啊，我暂时就成立吼，成立一个迄个司法委员会，啊，迄个所有的迄个成员吼。我这五六个的成员吼，拢有一个共通的现象啦，就是安那老，
大家拢老啦，吼、哦！我今年几啊？七十四，吼、哦！啊，因为老，所以你的生活，你的过程吼、哦，你要、哦、有将真丰富的生活经验啦，社会经验、工作经验，啥物经验拢已经是伫你头壳底啊，哦。所以你会当做独立思考的迄个能力，你有迄个能力，对是非会当做独立的判断。你唔是袂随便讲去用家己影响，还是去互你的朋友啊、师长啊，还是亲情啥家己影响你袂？吼、哦，所以基本上拢较老，吼、哦。啊，后来呢，就阁有一寡迄落较少年的来，较少年的，吼、哦，四五十岁安尼，吼、哦，遐里接啊，我安尼迄个，将这个老化的这个迄、那个迄、那個、平均哦，都加迄个冲淡吼，啊，阁熬迄落二三十岁安尼，吼、哦，迄二三十岁足厉害呢，读书熬通哦，即摆来读博士啊，吼、哦，博士班啊。哦啊，电脑吼、哦，哦，变变叫安尼，啊，会当弥补遮一寡老人吼、哦，迄个缺点哪里啦？所以我想讲，安尼的迄、那个的组织吼，的组织应该是一个相当有迄个思考、经过思考的一个决定啊。那么。我即马开始，哦，咱大家拢知影，咱七月十九要通过五个法案哦，啊，这拢要由这个司法委员会提出，哦，提出，啊，即马就是，我即马就是赶紧的迄、那个。通过这个司法，哦，这个叫一寡法案，哦，有这个基本法，哦，台湾基本法，哦，这个基本法就是宪法嘛，就是宪法。啊，宪法呢，因为咱不是一个国家，所以就无迄个宪法，啊，会使用基本法来代替，所以基本法等于宪法，哦，台湾。那就是台湾的宪法，啊，加社会秩序维护法，哦，社会秩序维护法，因为咱马上面临到，咱我当时知影啦吼，这当时唔知，因为美国有伊家己的步调伫咧吼，咱是就跟他充实自己的，啊，伊迄个步调是伊来决定的啦，哦，按在当时伊尽管搞好。台湾民政府，哦，啊，咱即马就是咧做迄个自我壮大诶一个迄个工作啦吼。今天大概拢伫遮咧受训啦。我看全台湾哦，全台湾一寡政党哦，无人有在像安尼咧做啦，哦，啊，过刷咧第三个就是迄、那个参议院的迄、那个。组织跟形式议事规则，组织章程跟议事规则，哦，啊，众院呢，组织章程、议事规则，啊，第五就是国会法，啊，真紧吼，可能伫这个明年的这七月十九吼，可能又加一个法，就是海关法。海关话真重要啦，因为啊，你这个，旅行证件要发来时喏，你无一个法官嘛袂使啊，吼、哦，啊，你要进出海关的时喏，你嘛爱法官呐、啊，所以有迄长有一个决定吼，啊，但是你赶的中间，在赶一步也袂吼，啊，那一步就是七月。
七月十九吼，对，最少要通过五个法案呐。啊，五个法案通过了后，是喏，咱就是一个正完全正常的一个政府啊。因为咱所有的迄个机构吼，啊，咱的执行的迄个权力的来源，拢总有啊，法官吼。这是一个司法委员会要咧做，安咧做的迄个一个个真重要的工课啦吼。啊，因为咱这个即马为止，台湾民政府只有跟他唯一一个合法的一个一法吼，叫做《公民权利法案》嘛，吼，立法，咱的身份证吼，咱的 ID 啊，就是。完全就是根据这个法案来实施啦，哦，所以唔是改的，咱其他遐有一寡迄落不三不四的一寡迄落社会团体吼，我伊嘛要来发身份证啊，哦，啊恁都爱一千，我三百就好啊，哦，而且就是干那些迄是像敛财一款呢。诶，想法啦，迄个什么团体，我真了解啦。迄个主持人我嘛捌伊啊，哦，啊，伊那无法官呐，哦，无法官呐。啊，都伫两千，差不多两千零十年、十一年的时阵吼，迄阵我有参与这个公民权利法案的迄个审核的。迄个审核委员之一啦，哦，啊，迄个时阵哦，他们讲人太少了，哦，啊，要召集足困难的，非常困难呐。所以啊，我都被指名啊，是迄个审核委员安尼哦。啊，因为有这个经验过，所以要新审核这个法案哦，因为我过去。都有这个公民权利法案的这个经验哦，所以我就把它带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迄个司法委员会迄个审查法案吼，审查迄个算讲草案呐，这拢还阁是草案呐，伫我的手送出去，甲国会通过了后，才是变成法案呐，吼，啊，就只拢草案尔，啊，所以呢，就要加讲叫我。担任这个召集人的哈，召集人，原来迄个来龙去脉都是安尼啦。啊，到目前为止哈，目前为止，拢做较顺利啦，做较顺利。啊，我的同事吼，拢真配合，吼，因拢嘛是拢以南部啊，你高雄、屏东啊，你嘛是拢爱拼来啊，吼，临时爱加会的时阵吼。啊！哎，临时会是喏，嘛是拢准时到位安尼哦，所以进行啊，到目前为止拢真顺利啦，拢真顺利哈、哦、啊！但是迄、那个啊，佮我已经通过啊，但是哦，有啊，佮有一寡迄个官员吼，咱的官员伊看咧讲，这啊佮无搞啥安尼吼，所以。还有都拼啦！噶七月十九的前一礼拜吼，我都爱送出去，爱都爱开始在印迄个册吼，印迄个册。一中间吼，还佫有真济的代志爱来处理，爱佫处理爱修改啥呢？哦，那么司法院都是。分成两个部分呐、啊，一个司法权的部分，一个是行政权的部分，哦，啊，司法权呢，不是我这个能够干预的哈、啊，因为我无迄个背景，没有那个迄个司法的迄个背景，是干哪遐法官，就是各级法院，从地方法院哦，高等法院到最高法院，因家有迄个司法权哦，是完全独立的。任何人，就是司法院长也不得干涉他们的独立裁判。
哦，审案跟裁判，这个是司法权的部分，那最高的这个司法领导权呢是在司法委员会呢，那么我们是在监督法官的整个作为，并讲要抓迄个拄则咧讲讲个恐龙法官，恐龙法官呐，这就是爱阮来去甲抓出来。当然，我们要寻求各界的那个资讯的来源啊，这因为他的权太大了，权力太大了，所以你无迄个监督没有很坚强的监督，未使。你这个坚强的监督你不能因为人事的关系来牵制，受到牵制啊，就存起一个旧刀灯来，安尼嘛无意义啦。所以这个咱的秘书长以这个想法非常的迄个有创意啊有这个创意。啊，咱一个新的政府，才有法度做这个代志。这个中华台办这个台湾管理当局因为已经无法度啊，伊想讲要改革嘛，改革个无法度啦，嘛是拢无法的呀。所以啥物代志都拢有材料，有材料安尼，非常压就走安尼。想讲。最近无个家人个议长，伊都，伊都去人摕贿赂啊，是毋是贿赂，还阁毋知啊，都还未审判嘞嘛。但是这个审判，这个调查的中间的时阵你爱个隔离啊，检察官申请要羁押，结果法官讲起来判讲，这伊无迄落，是啊，你都这里都串供啊啦，目的就是你这个贿赂这个物件，就是两方面的迄落嘛。你要找这证据都已经真困难啦，你搁甲帮助你可以去串证，嘛你都迄落啊嘛。像这款的证据，以后伫台湾民政府啦，一定爱。这一定爱迄落，马上看要安怎处理，迄有会使请教迄个一寡专业啊，安尼啦，是啊，有诶，迄监察官呢，甲迄个民间诶，迄个商人安尼，交陪啥等等这拢是迄个司法委员会内底诶成员要监督诶。监督法官大略的情况，我都是介绍个家，那么我方便呢，就是讲，因为咱伫家咱啊转去了拢属龙工商啊，大家无闲啦，要赚钱。所以读书的机会较无啦。今日大家来这个所在啊，一切拢放掉，时间拢来放伫这个所在，精神、你的心思拢总是伫这个所在。利用这个时阵咱将这个法案来做一个简单的甲读一遍，好无？就是予大家有一个机会，伫将来你你当然论，大家拢是政务官，大家拢是政务官啊，行，拢真重要的任务咱将来去要用的迄个法律，至少你爱有看过一遍，林博士真知影人性就讲等于大家较紧的要来迄落啊，要讨谈啊，那个看这些，所以利用这些时阵，好啊，甲大家，然后至少可以讨论概念的，有一个概念所以呢，我即马就是讲，要有利用这个机会呢，咱大家来检讨一下，咱
咱过来吼，即、這个五个法案，五个法案，咱无法度短短啊吼，九十分的时间吼，要所有的法案拢要读过吼，真困难呐，也无可能啦。啊，所以吼，我是安尼吼，因为上重要有两法案，一个就是基本法，一个台湾基本法，还就是咱的宪法，咱的宪法。啊，咱即个基本法，吼，啊，甲迄个。马上面临的就是迄个社会秩序维护法，哦，所以这里头哦，事实上，这都是戒严法啦，戒严法啦，哦，啊，这个但是哦，咱台湾人哦，受到这个戒严这两字哦，迄个伤害太大嘞，所以哦，就不用戒严啦，不用，嘿，改一个名称。哦，就改做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这政府还为了迄个嘛吼，迄、那个需要啊。啊，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吼，因为咱时间有限吼，咱要我今日看会当这个社会秩序维护法甲基本法，甲同咱大家甲看过一遍，啊，看过一遍吼。啊，我想吼。从这个社会秩序保护法哈开始啦，因为这个较短，至少咱嘛过一个，吼，那时间也无够，至少咱嘛完成一个，吼，啊不，你迄个基本法吼较长啦，啊，万一若我，时间无够，啊，无完成，啊，迄个社会秩序法说无根本都拢无时间哪看，安尼来时喏，咱等于拢无完成。所以至少咱对这个较少哦，但是同样呢很重要的诶，这个法案哦，大家来复习一遍安尼吼，来个读一下安尼，吼、哦、啊，请各位呢将恁所咱本的这个吼这个台湾迄、这个参众议哦一些参议员呢吼。预备会议所本的这个法案的这本书提出来看吼，到第一页，翻到第一页，台湾民政府社会秩序保护法，哦哈，阁远啊，我摕到迄个参议员，因为我参议员第一届我都来啊，啊所以我摕到是这个吼，我今仔日哈。哦，十四啊，是吧？十一年啊！哦，是的，安尼我听唔到去，无要紧，但是内容拢同款啦，内容拢同款，干咧页数吼。啊，我甲各位吼，我甲恭喜一下吼，有这个灵气啊！哈，你第一届是喏，吼，你怎啊子活落去？哦，我咧烦恼讲，啊，咱就调咱迄个歌员的时阵，唔知要安怎。哦，我知，这真感谢这个游先生吼，伊知影咱的轻重吼，所以吼不惜成本来开几百万，怎啊较紧的成立甲创一个灵气。啊，咱今日遮迄落，我徛到遮穿今仔西装，啊，嘛还可以接受啦，无得。抓死！哦，啊，那迄个咱翻到迄个台湾民政府社会秩序保护法，吼，啊，咱来个读一遍，吼，来个读一遍，哦，啊，阮有已经有改过诶内底哦，伊这是迄个 original 咧，吼，是迄个一个草案呐，吼，草案，啊，阮已经有迄个有通过啊，有个通过吼。啊，有一寡修正啦，小修正啦，小小的修正哈、哦，啊，甲各位来分享哈、哦，感谢，是，他们受得了吗？感谢，好，哎，台湾民政府。社会秩序保护法第零一章立法精神与目的哦，这立法精神哦，
是很重要的啦，哈，很重要的。这将来哈，咱要采取这个英美法系哈，英美法系啊，对，拢是以判例哈，判例来的审判啊，这个立法精神呢哈，对哈，这真重要，写个真清楚，和大家有一个你要审判的时候做一个依据啦，哦，这是咱的迄个哲学嘛，台湾民政府的哲学，哦，立法的哲学精神，哦，和目的。第零二章，适用司法管辖权范围与地域组织，哦。第零三章，组织。第零四章，指挥与权责。第零五章，罪名与保护社会秩序。第六章，本法之刑罚与罚则。第零七章，执行刑罚应注意事项与免责条款。第零八章，刑罚与罚则裁量基准要点。第零九章，上诉。第十章，公开审判资讯。第十一章，义勇行为。第十二章，补偿与赔偿。第十三章，异议诠释、处置与审判。第十四章，修订。第十五章，宣告开始、终止。好，那我们进入内容哈。第零一章，立法精神与目的。第01条，立法精神冒号保护社会秩序为本法精神啊，这个没有变动了哈。第0102条，立法目的冒号保护台湾民政府司法管辖区域社会安全和稳定。这里面呢，有一点那个更改了哈，就是讲在这一条的管辖的下面哦，加一个权，管辖权范围与管辖权范围之范围地域之啊，地域之社会安全与秩序啊，社会，那我再念一次哈，念那这里改过了哈。保护台湾民政府司法管辖权范围与地域之社会安全与秩序，特立本法。嘿嘿，啊，地域嘿，用地域，比嘿，是。好，再来。第零二章，本法适用之司法管辖权范围与地域，啊，地域。第0201条，本法适用司法管辖权，我搁加一个权哈，司法管辖权范围，啊。都加几个权了哈，范围
指台湾民政府司法管辖地，然后括弧台湾地区顿点离岛与附属岛屿，啊，以前过来是记哈，那改成籍，哦，籍，啊，你们那边是不是记？记哈，啊，改成籍，啊，及其附属领海，那个或把它取消掉，改成一个顿号，或领，就是领海。顿号领空，然后挂弧，得实施本法，并得区分地域，哦，这是迄个逗点，逗点加一个逗点，战争或叛乱地域，那么所谓那个地域哈，都是以迄个。迄、那个范围来的，你也在指定说，这个地域是战争的，这个地域就是叛乱的，哦，这是这类司法权之一了哈，得适用于实施本法，啊，这样啊，这一条我再念一次哈，从那种本法适用司法管辖权为指台湾括弧民括弧。民政府司法管辖地括弧台湾地区离岛与附属岛屿及其附属领海顿点领空括弧得实施本法并得区分地域逗点战争或叛乱地域得适用于实施本法，这是第二章的第一条。那么，好，现在再接着下去啊，第0202条，本法所指地域分为三种，哦，啊，这是顿号，这是冒号哈，冒号。啊，01据点啊，据点为保护社会秩序地域冒号国安参谋联席会指定划分地域啊，容我做一下好不好，哦，我跟他念念，我跟他念念，我来坐下来就该去了。好，啊，这02哦，据点警戒地域冒号指战争或叛乱发生时受战争或叛乱影响应警戒地域据点03条哈，接战地域冒号指作战时攻守地域，上述各地域应于时机必要时区分地域并公告据点。第03章组织，第0301条，国安参谋联席会为本法实施后最高决策指挥单位，司法委员会应指挥各级司法单位协助各级国安单位共同保护社会秩序。据点。第0302条，国安单位得于各法院设置军事审判法庭或
自行设置军事审判法庭，各级司法单位应协助国安单位设置军事审判法庭。据点第0303条，国安参谋联席会得指派专员组成军事法院主席团，或逗点或与各级司法单位成员组成军事法院。军事法这个院哈、改成庭啊，主席这个军事法庭主席团啊，庭主席团啊，逗点，该主席团为该地域内最高军事审判单位。据点第04章，指挥与权责。第0401条，国安参谋联席会于必要时得指派专员依本法地域内指挥所有各级国安单位、行政单位、司法单位与其他单位。据逗点，上述所有单位应受该国安参谋联席会专员的指挥，专员指挥。第0402条，于发生战争交战时，逗点，各级军事法院依照国际战争法，应接受战地指挥官指挥。据点，其他状况，国安参谋联席会为最高指挥机关。据点第0403条，地域内无法院或与其管辖地域法院交通断绝时，其刑事及民事案件均得由该地域内军事审判单位审判。据点第0404条，该地域内军事法院主席团应将该依本法情况及一切处置，顿点，审判与判决状况，逗点，立即那个应哈、应就取消了啊，立即迅速按即呈报至相关各级国安单位与相关各级司法单位。据点，0405，美国军事人员涉入本法时，逗点，应将该人员送交国安参谋联席会处置。据点，各家哈，也许各位你们心里面说，你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哈、我们暂时就不在这个地方哈、这个时间来讨论哦。等你回去的时候，你再去 review 哈、然后你把你的意见用文字写了。以后呢，寄到那个我们中央上面注明司法委员会，哦，那么我们就会收集，把你们的意见来做参考，提出来，大家在讨论，但是不一定按照你的看法了哈、因为我们是委员会，是那个不是一个人在决定的哈，没有，是集体决定的。那我最近已经收到两封了哈，但是我们都有处置了，都有处置哈，就是回去
大家再 review 一下了哈。然后我今天呢，只是把它念过，念过，让大家能够脑子里面有这个概念啊，这样就好，好不好 ？OK， 好，继续第零五章，罪名与保护社会秩序。第0501条，关于触犯本法下列罪行之罪名，逗点，军事审判机关得自行审判或移交法院审判。冒号，01点，哈，就是这个是点，这个只是一个点而已，哈。啊，这个是算句点吗？这个好像是只有外国英文才有这个。中文里面好像没有这个，就是一个圈圈嘛，啊、哦，嗯，那没关系，我们算点了、啊、哈，就是就以下都是说点啊，01点，内乱与外患，据点，啊，02点，恐怖攻击活动，据点，03点，妨害社会秩序，句号，据点，04点，制造谣言并意图造成民众恐慌，据点，05点，公共危险，据点，06，杀人，据点，07点，恐吓及掳人勒索，据点，08点，暴力强奸，据点，09点，妨害自由，据点，10点，强盗及海盗，据点，11点，非法贩卖或移转一级毒品，据点，12点，非法贩卖或移转枪炮和其他重型军备武器，据点，13点，重大诈欺与诈骗与诈财，据点，14点，重大经济犯，据点，15点，重大资讯网络攻击，据点，16点，重大贪赌公款，据点，17，其他未列于上述但仍有重大伤害社会安全和秩序之活动，据点。第0502条，国安相关单位为保护社会秩序，有执行下列事项之权，冒号，01点，必要时得停止或解散集会、结社及游行请愿，逗点，并取缔言论讲学，顿号，新闻，顿号，媒体，顿号，广告，顿号，其他各类资讯传播方式与社会秩序保护认为有妨害者，据点，02点，认为确实有碍社会秩序保护，逗点，得限制或禁止人民之组织，顿点，宗教或宗祠相关活动，据点，03点，对于人民罢市，顿点，罢工，顿点，罢课或其他罢业，逗点，得禁止及强制其恢复原状，据点，04点，得拆阅邮件，顿点，
电报或拦截电子邮件逗点，必要时并得扣留或没收据点。零五点，得检查出入境内之船舶顿点、车辆顿点、航空机及其他通信或交通工具逗点，必要时得停止其交通逗点，并得阻断其主要道路及航线据点。零六点，得检查旅客之认为有嫌疑者据点。零七点，因实际之必要逗点，得检查私有枪炮弹药顿点、兵器及其他危险物品逗点，并得扣留或没收据点。零八点，对于本法司法管辖权，司法管辖权那个权，而且加一个权，境内之建筑物顿点、船舶及认为情形可疑之住宅逗点，得实施检查逗点，但不得故意损害据点。零九点，寄居于地域内者逗点，必要时得命其退出逗点，并得对其迁入迁限制之禁止据点。好，请翻下一页。第十点，哎，过港捷权。十点，不得已时逗点得征调顿点，破坏或损毁民众之动产与不动产逗点，适当，应适当或全额以上之补偿据点。十一点，不得已时逗点民间之所有财产及一切资源逗点，得施行检查与调查登记逗点，必要时并得禁止其流通逗点，其必须征收者，再加一个者，应给予适当或全额以上之补偿据点。第零六章，刑罚与罚则。第零六零一条，刑罚有以下两项，这是冒号。零一点，死刑据点。零二点，鞭刑据点。罚则有以下七项，冒号。零一点，拘役据点。零二点，强制安置据点。零三点，限制居住逗点，得上电子铐是吧，或其他类似 GPS 定位系统据点。零四点，指定课程在学习，这要加一个据点啊，那这里没有一个据点，要加一个据点。零五点，社区劳动服务据点。零六点，罚款据点。零七点，其他经国安相关单位、司法相关单位逗点，我再重念，
零七点，其他经国安相关单位，这是顿点，司法相关单位与各级矫正局建议之法则，句点。本法得刑法与多法则交替执行，逗点，但需依照判例与犯罪或罪行之适当性，句点。第0602条，侵犯本土之外国人于受本刑法和法则之后，得予以逗点，得予以驱离出境，逗点，列入不受欢迎入境外国人，逗点，并得禁止该不受欢迎之外国人入境。本法第0201条规定之司法管辖权，司法管辖区，管辖区，据点。第0603条，本法应按判例判决予作成判决书，据点，但在无判例前，逗点，经国安单位与司法单位指派之专员研究后，逗点，形成本法第0601条之判例，据点，判例得参照本法第1001条之公开判决资讯，据点。好，第七章，刑法与法则裁量基准要点。那么我们休息20分钟，等一下我们从第七章开始，休息20分钟。好，谢谢。